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栗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款游戏叫做 Human Fall Flat 啊，这是什么？人类一败涂地啊！这个游戏算挺比较以前的啦，可是没办法，我也只能买得起这款游戏。然后我电脑也比较烂了，所以我的解析度调放低了。然后还没，我们就来新的游戏 Go。We 哦靠腰哦好了，靠，好，那我已经在这个地方，我也是第一次玩。他说左键跟右键，左键可以干嘛 ？Hold LMB 跟 RMB 可以哦，可以抓东西啊，可以伸出来要抓东西哦，往上抬还可以这样。哇，看起来挺不错的这个游戏。这屁股挺扭的吧？这个屁股也很不错啊！哎嘿嘿，啊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是个教学影片，这应该是有录音带这些东西。可以抓他那个，然后 Great， 他是我们 Great， 然后我们可以哦，冰的，哦可以冰的了，哦翻，哦不爽啊，直接翻沙发，哦直接冰的，哦我直接翻过去，这个真的爽。然后接下来。啊，什么的东西？哦，这应该是下一关了。我们进去吧，打开门。Humans, they will run into every door there. 看完啊，东西。他叫我们打开门，前面有一个按钮，他估计那个按钮是要我们打开门的。那我们应该是伸出手，然后就可以打开门了。伸出来，啪，啪，该怎么没打？啪，推。不需要，按到了，有点难按了，因为这个视角有点卡。接下来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录影带？看一下教学影片呢？哦，他说什么？右手抓住，这样可以干嘛？我们可以抓东西，哦，可以拉东西，可以用这样拉的。哦。我们只需要去那个按钮就对了。我们按一下下面，然后按，然后它会抓住嘛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伸出我的手，然后抬高，按下去，哎，两个同时按键打开了。这干嘛 ？Wait， 这又是什么东西？他是想要尿尿吗？这是一个尿尿小童概念。我们可以上去吗？不行，跳不上去。或许我们可以从后面这里直接 ，他掉下去了。这个地图好像没有兵器这些东西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fuck！ 来，我掉一点延迟，看一下。我上来了，而且他刚刚怎么会自动爬上来？他可能是在模拟人类啊，真的是。你这样吧，然后往下海的时候，它就有一股力量把你身体往上冲，是这样子。它是在尿尿 ，OK 啊。我简单来说是这样，然后它就有物力，然后直接把你这样拉上去。哎，真的，是它后面会加吗？还是我自己发现出来的？既然是游戏都有，你看它后面会加吧。哎，我领先学会了这个，这个真是太神奇了。这个要同时按啊，这里很难按。哦，这个肌肉，这个肌肉，过关了吗？不知道，他要掉下去。loading， 对，他过关了。OK。啊靠！哦，好痛！哦，一个火车头掉下来了，我们要怎么过关？这个火车头，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刚才那个技巧爬上去。我们试试看啊。从这里。该不会可以这样跳关吧？应该不太行吧？我看，我再试试看。我要跳关，为什么不让我跳关？哎，我上来了。OK， 好。我感觉学了这个攀爬技巧，我觉得后面的关卡都不屑一举了。哎，你靠腰。好吧，我觉得它这个有点滑哦。我们还是看看哪里有什么东西。后面到门，然后被这个丢垃圾的垃圾桶挡着，我们把它拉出来。
啊，不需要你了。我把门打开吧。哎，不许哦哦。然后接下来他们把这个一样也是要进入那个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移过来，对，移过来。OK， 然后之后再把那一个移过来。哎，他往后倒退了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觉得这有点问题。OK， 1、2、3，啊，都不行，等一下，1、2、3，好，果真过来了，好帅，好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哎，有靠腰嘞，哎靠腰，这个这游戏有点危险，直接进去，打开门，哦，下一关，这要我们移火车头。哦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他是我们看来可能要我们，我先装上去了。他怎么好像有点疲劳？工作一天工作一个累的，我知道这点难用，让我试试看，把他拉过来。这个屁股，哦呦，我这个屁股 ，OK。我们可能要跳到这个，我们要跳到这个小的。然后下面的，然后跳到上面的 ，OK， 有点软啊。好，我们不妨可以试试的，跳的，上来，睡，我们怎么移动？他怎么移动了？我靠，他怎么移动了？我把推，给我回去你的位置，我好像拉到门。我身体不行，开门，下一关，哦，这是一个公园。貌似是要把这个推过去，然后就可以上去，试试看吧。OK， 我们把推到适当的位置，然后再从这里跳过去，耶，就成功了。有拉，我拉啊，这个拉力啊！停在这里大概就行，你以为我们给他跳过了？好，去到上去哦，现在一定要累哦，礼拜一哦。哦，好累哦！我不想上课哦，好累哦！哦，我的腰哦，好痛哦！电视感放好一点了。我们试着，如果跳过去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攀爬的技巧爬上去。Go！ 我掉延迟太大了，毕竟我掉太烂。我把解析度调很低喽，再低的话，可能那个字都是蜂窝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个字可能就是，我靠，那个字都看不出来。我是可能调那个超低解析度，可能连那个方法我都不知道。我上来，不够力啊！哎呀，不够力啊！我的手卡在我的鸡鸡那边了。What the fuck？ 那我试试看。靠背。贴上来了。OK， 可以的。OK， 好。我觉得单人过好像真的需要特别多技巧。不要失误，然后我再走过去，走过去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轻松通关。你来，过来了。接下来，哦，前面就是过关了，耶！我们把这门打开，打开，过关了，迎接新的一天。靠腰，下面好痛。What the fuck？ 接下来我们可能是要抓东西，要放在这上面，它就会可能感应之类的吧。OK， 然后我们一放开，它就会不见，所以可能。好，耶，过关。Next，OK， 抓起来。我来给你送餐点了，先生，这个按钮，这个箱子不听使唤了，你给我上去按钮上面，给我上去，下，过关，还有下一个，哦，这可能特别难，我们要送他上去，然后再，没事，这个要说难吗？应该，哎，等等，我的脚，我要练瑜伽哦，我的脚回来了。我的脚刚刚不是我的，
哦，麻烦。那个上去，我靠，你给我上去，我靠！我靠，你给我按按钮，按按钮啊！把它抓上去，抓！我靠，你还给我卡住，你这任性任性的家伙！任性家伙啊！这任性家伙，给我待在上面，给我乱动！耶，过关 next。哦，这个难哦，我们还要通过那个，要再跳过来，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上面。我们可能要先预先移一下这个。哎，巨石。江西呢啊！我觉得这个双人过单人过的难。但我的手是怎样？我的手脱臼了，我的手脱臼了，我甩，还不行，哦，甩出来 ，OK， 放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车子移过去。哦，好烦哦。哎，等等，这个，我们可以跳关吧？我是该跳关，但是我想说我们改天来拍个跳关特辑。这是说雕跳关，我们都来解一遍。我的时间不够。上。哦，过关。好，不用，还没走。跳关呢？我跳关呢？我成功跳关呢？这个，这游戏就很好玩啦，可以跳关，多好玩呐、啊！我们来到第四个章节了，第三个大关卡。好吧，那时间大概也不太够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在这里结束啦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继续破关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个言。啊，如果不留言没关系，我可能还会继续拍吧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喂，切个五星注下，留下我的屁股。哦，这个屁股哦。